天我们来玩徽章机。好久没做这个了。那我们赶紧来抽粉丝头像吧。好的，蛋饺的手手抽到谁就是谁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第六个。老规矩，把粉丝的头像打印成照片，然后再把照片裁成这样的圆形。照片搞定啦，下面我们就来做徽章吧。把小铁片和粉丝头像放进去，然后转一转，压一压。噔噔，徽章完成啦，看起来好精致呀。剩下了好多张的徽章，我们下次继续吧。全部都做好了，那小蛋花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喜欢。